原來丹姐話佢今年23歲，咁啊應該係徐幼鳳啊，你叫做嚇，唔係叫徐小鳳。係啊，係啊，係啊，係啊。好，我哋舞蹈組準備。哎，来了！哎，好，好。轻轻吹动，转进了我耳畔。那片幽去的不言声音。日子匆匆走，我会令我有白等生。你话那一片景象缤纷。可能有個成數在這裡，不如我們叫差不多年齡的爹哋仔來。